呢個股推介咧，建議大家留意中國移動941㗎。揀選原因係啦，中資電信股咧現金流強勁啦，加上同時受惠國策同埋科技發展啦，成為咧現時波動市當中咧未來業務同埋每股派息能見度較高嘅收息股。雖然咧美國早前公布啦通脹數據略高過市場嘅預期，令到市場對聯儲局2024年內咧開始減息嘅月份推遲，但係今年內減息嘅機會咧仍然未能夠完全抹去。中資電信股嘅長線收息吸引力咧係仍然持續噶。截至二月底啦，中移動 5G 套餐嘅客户咧超過800,000户噶。中國聯通、聯通啦同埋中國電信嘅 5G 套餐客户咧合計都係唔夠600,000户，顯示中移動喺客户基礎上咧擁有明顯嘅優勢。擁有龐大客户，令到中移動喺電信服務計劃當中咧有較大嘅議價能力，保持 ARPU 增長，為集團帶嚟咧穩中有增嘅現金流嘅同時咧，亦都增加咗每股派息嘅基礎。中移動啦，強大嘅網絡咧，可以配合國策同埋科技發展啦，推出更多新業務，為盈利提供額外嘅增長動力。匯豐證券相信啦，咁啊，中移動喺未來 5G 相關資本開支下降嘅前提下，可以調配更多嘅資源啦，去到較新嘅 DICT， 即係數據信息通訊技術業務上。其中一個咧就係投資範疇咧，就係政府同埋企業嘅 AI 網絡算力啦。中移動承諾2024至2026年咧將派息比率提高去到75%以上。投資者第一注咧，不妨等到65蚊去買入啦。如果股價有機會回吐去到62蚊咧，可以加注嘅。初步睇，券商平均給予嘅目標價咧係83蚊啦，可以咧作為一個投資目標啦，或者係作為長線持有噶。而跌穿2023年1月中至2月中嘅整固區支持水平咧，即係56蚊咧，就適宜止蝕。